喂，杨医生，八号床急诊外伤。知道了。张日山是吧？刀伤加炸伤，你是一边放炮仗一边磨刀吗？医生，怎么受伤的？炒菜锅炸了。那这刀伤呢？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划到了。本地人？嗯。一个人生活？嗯。你问这个干嘛？没什么。